我这。喂，哎，小严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保证，他来了以后就不想走了。放心啊，妥妥的。好，再见。小宁啊，哎，谁要住这儿啊？小严的高中同学，从外地要来这儿出差，临时在这儿住一宿。正好小严出差不在，嘱咐咱们好好照顾照顾。要是照顾好了呢，他跟小严说说我的好话，我和小严的感情还能进一步发展。呀，请问这是梦幻疗养院吗？哎呀，是是是，你是小伟吧？对，我叫小伟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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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请坐。哎，好，快快快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欢迎欢迎。啊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王小宁，负责接待工作。啊，阿丽给倒点水。喂，先生您好啊，你是想喝点咖啡呢，还是想喝点可乐呢？啊，咖啡吧。还没有。啊，可乐也行。喝光了。你干啥呀？大兵啊，给客人沏壶茶啊，红茶还是绿茶呀？随便。对，没有开水。啊，那个小伟啊，啊，你跟柳护士是高中同学是吧？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是同桌，啊，回忆起那些青涩的往事，不堪回首啊。那是不是柳护士上学的时候有很多男生追她吧？那必须的呀，柳护士那时候是校花，追她人太多了。那有没有她看上眼的？这柳护士眼光太高了，她一个都看不上啊，就对我有点情有独钟。让我讲，啥意思啊？她喜欢你呗？那必须的呀，她当年追我追的都没处躲没处藏的嘛，是吧？就前段时间有个电影叫什么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男孩，那个导演叫二把刀，我跟小严就是生活当中那个原型。那你同意了吗？哎，这个女人呐，你越不同意，她越追得紧，啊。不堪回首啊。那个小伟啊，嗯，那个来先到卧室休息一下吧，怪累的。好啊，来请你们先玩了啊。好，我们再商量一下怎么好好接待你。好好好好好，请啊，劳驾了啊。好，太不像话了，有护士怎么能对一个这么不要脸的男人情有独钟？太不像话了啊，虽然我那么膈应刘晓妍，但是这个男人那么不尊重我们女人。王小宁，这次我跟你站在一块儿啊。太不像话了，你还把他安排在我屋。那个刘护士电话里怎么说的？他就让我们好好照顾他一下。你是说刘护士让我们好好照顾他一下吗？那我们就好好照顾他吧。走，进去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小伟哥，我是阿丽。那个，你是刘晓妍的朋友，也就是我的朋友。我是东北人，性格比较热情，比较豪爽。那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朋友来了有好酒，敌人来了有猎枪。哇，我有这个。呀，这什么呀？猎枪牌白酒。来，小伟哥，咱们干一个。哦，哎呀。我这不能喝呀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给面子啊？过敏。过敏啊？哎呦，钱早说呀，来干了。稍等啊。啊，你把这个拆了。这怎么了，伟哥？你这过敏怎么还自己带下酒菜呢？啊，我这个酒啊，是不喝就过敏。净扯，你开玩笑呢吧？来敬你一杯啊！一心一意啊！来六杯。好好好。嗯，好啊，阿丽。哎呀，第二杯啊！啊，二喜临门。啊，不，干了啊！这就干了。嗯。哎呀，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通了这。小哥，小哥，你吃点菜呗。哎，还不到时候呢。来，第三杯啊，三心二意啊，不是，第三杯啊，干了。哎呀，小哥，你哪人呢？你这？哎呀，内蒙的。去，找枪口。快点啊，节奏这。嗯。嗯。第四杯啊！哎，大哥，我不能喝了。拿着啊，哪能行啊？那哪儿哪儿啊？我今天把你陪好了呢，我菜还没吃呢。来，不陪好不是挑理的吗？来，第四杯啊！小哥，你太能喝了，
好了，吃口菜缓缓啊。这大美女喝酒。哎呀，伟哥呀。啊。我换个人陪你喝行不行？啊，那不行，我这酒我一人，换人我就喝不下去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真不行了。第五杯啊。我五风梦，别捂了，五哥不行，小伟哥，咱们站不住了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嗯，我到了地方，我再回来陪你喝。快点回来啊！阿丽，阿丽啊，哎呀，刘坤，快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都这样了。还用问吗？我问小伟呢，谁问你了？我东北的，我寻思我够能喝了，我没想到我遇到个内蒙的，把我喝懵了。阿丽瑶，你在这歇着啊，我上。对，不行，他说他认人，就跟我喝，换人他就不喝了。没事，我去厕所抠一下，我到了地方我再回来。你喝啥呀？拿棒给他抡晕了不就完了吗？不着急啊，我有办法。阿丽，阿丽，你把衣服脱了。子栋，你不能乘人之危啊！你干什么呀，子栋？你干什么？阿丽，阿丽，我就要衣服，不要你。哥，我回来了。你谁啊？讨厌，人家阿丽呀、啊，人家。人家出去一会儿，你就不认识人家了。阿丽，这变化有点大呀。讨厌，人家一直就这样。啊，哥来，你没认出来，我得罚你一杯。啊，该罚该罚啊！干了啊！喝。来来来，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只有我一个人喝呀。啊，一块一块来，敬你一杯，干了啊！哥，啊，那个，我先上个厕所，一会儿回来陪你喝。你怎么老上厕所呢？啊，那个，哦，我喝酒走肾，走得快。啊、哥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阿丽啊，喝懵了。你这老上厕所，把我思维都上颠倒了都。讨厌！哎呀，你都认不出来人家了，还赖人家。啊，哎，阿丽啊，你这上厕所咋把你个上矮了呢？讨厌！人家不把高跟鞋给脱了吗？啊，来继续吧。来呀。第一杯，我第几杯了呀？第七杯。来啊！我接着点啊！就这么点儿啊、嗯？哎呀，第二杯我还敬你，好事成。哎呦我去！哎，我可能也快到位了，我喝了去吧。哥，啊，来呀，继续喝呀，哥！哎，喝。丽啊，啊，呀，这头发咋不太对劲？呀。哥呀，最近熬夜多了，掉头发。哦，来，继续喝，哥。啊，喝，熬夜啊。大点口啊。嗯。啊。呀，几点了？呀，我要迟到了呀，赶飞机。对了，跟你们说个秘密啊。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跟小严，那小严那时候就是一个女霸王，天天追着我，拿那个油笔尖戳我后背，真疼啊！不过你看，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小严还是变了哈、啊。你看，让你们来招待我，
多好，是不是？不行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去赶飞机了啊！谢谢你们啊，走了啊！伟哥，别着急走，咱俩喝两杯呗。